开始攀爬笔架山，上边有个观音寺。哎，没有人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光太再念一遍。于谦石灰吟。千锤万凿出青山，烈火焚烧若人间。横骨顺生红不怕，飘零清白在人间。对，特别棒，于谦。你看他这个叫什么？朱由镇。那朱祁镇。啊，朱祁镇。嗯。朱祁镇建就这样的。朱祁镇继位之后又把他干掉了。对啊，他从那个打瓦剌回来之后。像不像五一村那边？只是小了点儿。
没有那边，那边估计能走到对面去。有的桌游到了，我们。